走不了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要干什么？总算等到你了。包子，你滚开！臭小子，你的血怎么那么硬寒？我身上中了玄冥神掌。你说什么？玄冥神掌？我从前练功走火入魔，必须每天吸一次人血，不然我就会浑身发冷冻死。现在我吸了中了玄冥神掌人的血，寒上加寒，冷上加冷。哎呀，寒死我了，冻死我了，我死定了。春风，我追春风，处处见面，两人寂寂心动，竟望中看不一样的天空。我张无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无尽的人笑，有什么后福啊？我都快死了。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。醉春风，我醉春风，人啊春光，想他替我失望万不能，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。着了，不要怪我大意，我会一点屠戮，但愿见你笑容让我有始有终。不要怪我大意，我会一点屠戮，但愿见你笑容让我有始有终，让我有始有终。醉春风，我醉春风，人啊冲动，他又让我感动，伤他心，我是万万不能，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。
随春风，呀去春风，人啊情动，又让我感动，伤他心，我是万万不能，我愿意。是怎么了？怎么还不睡觉啊？这么晚了来找我干什么？你去哪里啊？哎，喂，这是什么？是不是有东西？原来是这玩意儿害死了他。
九阳真经。您曾经说过，玄冥寒毒要用九阳神功来驱除。九阳真经怎么会在白猿的肚子里呢？不管他，反正闲着也没事，练练看，没准还有用呢。四本真经我已经练了三本了，还剩下最后一本。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运用这九阳神功，哎，最起码每天照经书练啊，至少可以把我身上的寒毒驱光了。好厉害的九阳神功啊！好，再来。我的九阳神功练成了没有啊？管他呢，只要不没事发冷就行了。哎，喂，也算替我庆祝是吧？对了，我在这里这么久也没见过苹果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春风，我
吹春风。跑这么快去哪里啊？眼中看不一样的天空，我张开心胸，无尽的人笑，我像无尽。有水果，是果园。在他手掌之中，这有人住，真有人住。我可以出去了。这一阵风，刮起春风，我可以出去了，我可以出去了。我感动伤的心，我是万万不能，我愿意。我从大白人肚子里得到这本经书，说起来也是极大的机缘，不知道千百年以后是否又有人凑巧来到此处再得到这本经书呢。我要回我大地，我回一片土路，但愿见一笑容让我有始有终。我要回我大地，我回一片土路，但愿见一笑容让我有始有终。好久没有看到石人了，先回武当再说。我也听说你们峨眉派来了，满心欢喜的来找你。哎，阿尤哥，你看那个人长得可比你俊多了，你吃不吃醋啊？喂，阿尤哥，我在问你话呢。你看那个人啊，眼睛眨都不眨的盯着周姑娘，你不吃醋？哎，我没心情跟你谈这无聊事。你们是哪一期的？此去一线侠路上还有多少埋伏？紫山龙王是不是到了光明顶？回答我！今夜下来就是你，老贼你！你就是砍掉我们的头，也就是从我们口中得到我们鸣叫的行动。好，嘿，住手！喂，阿牛哥，你疯了？他们这些人手无寸铁的，师太对他们如此残忍凶狠，实在有失一代宗师的风范。邪魔歪道人人诛之，有什么残忍不残忍的？他们这些人轻生重义，慷慨求死，实在都是铁铮铮的好汉，哪里是什么邪魔歪道。魔教徒吸血杀人，害死我徒弟，这是你亲眼目睹，难道还不是邪魔歪道吗？那青翼蝠王只杀一个人，你们所杀之人已经多过他十倍了。他用牙齿杀人，师太用剑杀人，一样都是杀人，有何善恶之分？臭小子，竟敢将我师父妖邪相提并论，好胆！原来是真人不露相啊！这几天我竟然没看出来，你有一身的绝世武功啊！
让我救救他们。忍一忍。多谢小侠仗义，请问高姓大名？我姓曾，我叫阿牛。小子，你伤了我徒弟，过来接我三剑。对不起师太，我不是您的对手，我也不想跟您动手，我只希望你们能够两方霸斗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就凭你臭小子一句话要我霸斗？每个人都是有父母妻儿的，你要是杀死了他们，他们家中的孩儿就要孤苦伶仃受人欺辱了。师太，您是出家人，请大发慈悲吧。住口，用不着你来教训我。你自负内力深厚，竟在这儿胡吹大气。好，你要是能够接住我三掌，我就放了这些人。师太，不必多说了，接招吧。干嘛打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没骗你啊。你有一身那么厉害的武功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没问我吗？我不管，我就打你，我就打你。哎呀，珠儿，别胡闹了。阿牛哥，我刚才是故意打你的，你赶快趁机逃走吧。我不会走的。你为什么那么傻？你投注脑，你走啊。不，我要是走了，你还有他们就都别想活了。放他们离开。现在我受了一掌，还有两掌。五哥，六叔，你说什么？我好像从他身上看到了五哥的影子。师太，请出招吧。少年人前程似锦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刚才那掌，我只出了三分力气。你知道吗？在下自不量力，愿再受师太两掌。曾小侠，你英雄仗义，我们深感你的大德，余下两掌千万不可再挨了。you
他墙，有他墙，清风拂山岗。他横，有他横，明月照大江。他自恨来，他自恶，我自一口正气足。就要真经出要义，不论敌人如何强猛，如何凶恶，尽可当他是清风拂山，明月映江。虽然家于我身，却未有丝毫损伤。灭绝师太，请吧。小子，就怨你命苦了。师太不愧为当世高人，您就想要留下？不错，告辞。撤！剑术果然不凡，老夫佩服。白眉鹰王，眼下明教个个受伤，就剩下你一人。你若投降的话，我倒是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莫奇侠是小旭同门师兄弟，怎么说也算是老夫的姻亲。难道今日非拼个你死我活不成吗？林天正，你不提我张五哥也就罢了，今日提起挑起嫌恨，将我于三哥、张五哥全都是伤折在你天鹰教手中。此仇不报，我枉居武当七侠之名。夫子小女死后不愿再动刀剑，今莫七侠苦苦相逼，老夫只有舍命奉陪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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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纵横半生，从未在招数上输过一招半式。好，不愧为张三丰的传人。前辈手下留情，在下佩服。宋远桥，愿给鹰老前辈疗伤。不劳大侠费心了。那接下来就由宋某来领教鹰老前辈的高招。宋大侠，武当派以车轮战打一个受伤的老人家，
这不公平。公子，是他，曾阿牛。爹，是无忌哥哥。这小子失踪了一天，怎么又冒出来了？他这一来，不知是好是坏。他身边的漂亮姑娘是谁呀？这位少年朋友的话不错，虽说武当派和天鹰教仇深似海，可是我们武当却不愿意乘人之危，这场过节仅可日后再行清算。我们六大门派这次来是冲着明教而来的，天鹰教早已脱离明教，自立门户，江湖上人人皆知。鹰老前辈，你不必淌这趟浑水，还请率贵教人众下山去吧。宋大侠好意，老夫心领了。老夫是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一，虽然自立门户，但明教有难，我岂能置身事外？你身受重伤，宋远桥不愿趁人之危。前辈，先杀了那个白眉老贼再说。前辈动手。你是为昆仑派掌门人，竟如此对付一个身受重伤之人，也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？哼，要你这个无名小子多管闲事吗？小子，你是谁？我叫曾阿牛。Thank you.
太冲，老夫领教你昆仑剑法。空文大师，事先说好的，双方依照武林规矩逐一对战。不错，明教自杨左使以下全败下阵，但我殷某人还没有死，也没有认输。大师乃一派宗师，不可出尔反尔，以多取胜，屠戮我明教。各门各派稍等片刻，我等必须言而有信。真是麻烦，我空通五老就是来解决白门鹰王。殷老前辈伤重在身，不如我先替你上阵，我背多不成，前辈再出马也不迟啊。你应当不是本家教徒吧？晚辈不属明教，也不属天鹰教，但对老前辈心仪已久，今日和前辈并肩拒敌，乃是分所应当。不妥，你的内力深厚，老夫自叹不如，但是本领再强也敌不过对方源源不断的武林高手连番上阵。我迎天正为教而死，理所应当，你与明教毫无瓜葛，没有必要白白断送在这光明顶上。喂，废话讲完了没有？你老前辈，前辈，您老前辈说你们五个不配跟他比拳，除非先胜得过我，再跟他老人家动手不迟。你小子是什么东西，今天让你知道空通派七伤拳的厉害。人生五行，心属火，肺属金，肾属水，脾属土，肝属木，再加阴阳二气，一练七伤，七者皆伤。这是我派七伤拳谱总纲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七伤拳的拳功，每练深一层，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伤害，实则是先伤己再伤敌。以晚辈的拙见，前辈的七伤拳还没练到家。殷老前辈，你先歇息吧，这一掌晚辈代劳了。小兄弟，多加小心呐。小子，太看不起我们空通派了。大哥，少跟这小子啰嗦，看拳掌。乾坤大挪移。爹，你说什么？不可能啊，他不可能会我明教的无上心法，可他能把对方的拳劲移走，这分明又是乾坤大挪移啊。就算是乾坤大挪移，没有足够的内力是不能运用自如的。爹，不要再乱猜了，待会儿等他打完了过来问他一下不就得了。殷老前辈，这一阵没让你失望，先撑下场面吧。曾阿牛的武功又精进不少，真是邪门了。阿弥陀佛。贫僧少林派元婴。是你，当年就是你在武当山力救我爹灭龙门镖局，害得我父母因而惨死。这些人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，别急着报仇，要慢慢地等下去，只是一个都别放过。张无忌啊张无忌，今日的大事是要调解六道门派和明教的仇怨，千万不可为了一己私心闹得难以收拾。少林派的过节
日后再算账也不迟。施主强行来此出头，到底受了何人指使？我问你话，你为何不答？我来是盼望六大派和明教罢手言和，并未受任何人指使。要我六大门派跟魔教罢手言和，难上加难。如果施主不是魔教之人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我可以不为难你。请下山吧。怎不见贵派的元真大师呢？元真师兄，这次六大门派围攻明将，实则是受了奸人的挑拨，在下深知其中曲折原委，斗胆先请西武止戈查明真相，谁是谁非自可秉公判断。施主指名找元真，难不成你所指的挑拨奸人是指他吗？不错，只要元真大师出来跟在下对峙几句，我保证他的奸谋就能大白于世。你这小子奸猾无比，你明知元真师兄已经不可能出来跟你对峙啊，你硬是指名要跟他相见，那你何以不让武当派的张翠山出来对峙呢？元婴大师，听你说话注意分寸。元婴大师，这张武侠的名讳其实由得你乱说的。普天下之人皆知张翠山自甘下流，受魔教妖女的诱惑，最后落了个好色之报。不许你侮辱张武侠！出家之人据实而言。你住口！元婴大师，这龙门镖局的血案并不是张武侠所为，请不要如此记恨。何况张武侠都已经自刎身死了，再大的仇恨都应该化解了。大师是出家人，四大皆空，何必对旧事如此念念不忘呢？哼，小施主你武功了得，我没话可说。不过我要问你，你为什么这样口口声声的要与元真师兄对峙呢？用意何在？元真大师俗名混元霹雳手陈坤，他昨晚混入了明教内堂，亲口吐露就是他设计挑拨了六大派和明教之间的不和。不可胡言乱语，污蔑我少林。当天下英雄之面，万不要当天立誓，此事千真万确，若有虚言，万劫不得超生。片面之词，不可轻信。所以晚辈才需要元真大师出来当面对质啊。元真师侄是我空见师兄的入室弟子，佛学精深，除了这次随众远征魔教之外，多年来从不出寺门，如何能是浑元霹雳手陈坤？更何况元真为我六大派苦战妖孽，历尽元寂，他死得清明，岂容你？历尽元寂，陈坤死了吗？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我以少林掌门人身份向你保证。空文大师所言不虚，他和我师弟李天元比掌，结果是一死一伤啊。奸贼啊奸贼，你一生作恶多端，终于有这么一天。哟，坏了，元真扶助罪魁祸首，遭了应得之报，原是极大喜事，可是从此无人对峙，真相反而不易大白。施主明知元真师侄已死，却将一切罪名推在他身上，我岂能容你？老衲要动手了。Come on.
是龙爪手，小兄弟不可大意啊。公子小心呐。哎呀，大师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。你心里不舒服？没有师姐，这种事师姐我可是过来人了。踢云纵，这少年怎么会有武当派的踢云纵呢？施主，你这是逃命，不是比武。大师招招要我的命，我就只有逃了。大师如果真要比武也行，小可奉陪。不过要是我赢了大师，那要如何？好，年纪轻轻，口气倒不小。如果我在拳脚上输了你，要杀就杀，要斩就斩。大师言重了，若是晚辈输了，自当听凭大师处分，不该有半句一言。若是侥幸能够赢得一招半式，还请大师退下光明顶。老衲不信龙爪手治不了你。少林派龙爪手乃天下擒拿法中无上绝艺，既然你知之甚详，此事投降。不急不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方才对招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师的36招龙爪手练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儿。好，一句话，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龙爪手，我立即回少林寺，从此不出寺门。大师言重了，请出招吧。你要是还以轻功闪躲，这场比武是打不完了。行，晚辈若是再倒退半步，便算输了。好，赢要赢得公平，输也要输得心服。接招，补风专营，左金五色劈抗，倒心倒残，手拳80连环。五风专营，左金五色劈抗，倒心倒残，手拳你什么时候偷学到我少林派的龙爪手的？是刚刚大师教我的。龙爪手是我少林秘学，为何这少年能后发先至，而且出招的手法尽力，方向部位更是稳训兼备，有如数十年苦练之功一般。他真有过目不忘、现学现会的本事吗？这龙爪手如此厉害，必是经少林派数百年来千锤百炼，是可说是不败的武功。只要我学了，乾坤大挪移后能很快地记住他的招式，一样画葫芦，以龙爪手与他对攻。若真要以别的拳法取胜，当真十分艰难。好，我就以正化反，倒着走。倒着打，好，以正制反。罢了，曾施主的确比老衲高明的多了。晚辈是以少林派之武功胜了大师，对少林派而言并未失威，今若以其他招式，恐难占得大师半点上风。曾施主仁义胸怀，老衲既感且佩。晚辈犯上不敬，还请大师恕罪。这龙爪手到了曾施主手里，竟然能有如此威力，日后有时间往驾临敝寺，老衲要一尽地主之谊，多多请益。不敢不敢，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，晚辈年幼学浅，还盼来日有机缘请大师指点。阿弥陀佛。不知前辈有何见教？他是华山派掌门显玉通，武功平常，诡计多端呐。曾少侠请了。
你檀中穴中我丧门断魂钉，最多我活三个时辰。曾少侠虽神功盖世，连拜昆仑空童，甚至连少林神僧也甘拜下风，但终究还是败在我华山派之下。原以为有人可以带我明教出头，眼看着就要化险为夷，却遭人暗算。天要亡我明教，夫复何言呢？我等就是拼到最后一口气，也不让六大门派顺心如意。我们六大门派如意，慢，杨左使，这位小兄弟他没事，他明明中了。一定是以乾坤大挪移来挪穴移位，所受的只不过是皮肉伤。嗯，人身死穴，他居然没事，但不知是哪位高人门下调教出这等惊世罕见的少年英侠。宋大侠，六大门派中只剩下贵我两派了，老尼姑女流之辈全仗宋大侠主持全局了。哦，灭绝师太，我七弟和英教主已对过阵，未能取胜，灭绝师太剑法高超，定能制服他。好，我峨眉派就出这个头。有劳师太。手无兵器，灭绝师太，你不能以无坚不摧的倚天剑来欺负人。曾少侠，你用什么病人？多谢前辈好意，我不需要病人。晚辈剑法平庸，绝非师太对手，实在不敢和前辈敌对。前日前辈曾对明教瑞金旗下高抬贵手，何不？那是你救的，不必讨这个人情。那天算你命大福大，挨我三掌不死。今天你休想过我倚天剑，出招吧。晚辈从没练过剑法，不知道如何出招，还是师太先请吧。我不会对你客气的。好一把倚天剑，我去帮你夺来。少胡来，别想破坏我的计划。
会是我的劲敌呀、啊？我去杀了他。你又来了，周师妹，他果然待你与众不同啊！芷若，你还不过来？这个姓曾的怎么会对芷若特别眷顾？难道他们？明君一语点醒我，这小子偏偏留下芷若的兵刃不夺，莫非他俩有什么暧昧？芷若，你还不快过来？过来呀！和他私有情弊，定会逐我出师门，成为武林中所不耻的叛逆。芷若，一剑杀了他。峨眉派认输，你若不死，日后再行算账。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，五派均败在你手下，现在只剩下武当这一派了。六大门派此行的成败，全仗宋大侠裁决了。爹，让我去料理了他。嗯、爹。武当派乘人之危去对付这么一个重伤的少年，良心难安呐、啊！大哥，以小弟之见，大局为重，我五兄弟的名声为轻。柳叔，您的意思呢？您说句话呀！魔教作恶多端，除恶务尽，乃我辈侠义道的大节。名声固然重要，但现今两者不能兼得，当取大者。青竹，要小心。是。曾阿牛，你若非明教中人，尽可离去，自行下山疗伤。六大门派只出魔教邪徒，与你无关。大丈夫急人所难，死而后已。多谢宋兄好意，我决与明教共存亡。我就算准了你会这么说的。武当有意放你生路，你竟然执迷不悟。碍于大局，宋情书只有得罪。令尊宋大侠谦谦君子，
天下无人不服，没想到他独自心计竟如此城府。曾少侠，你对我们明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弟兄们感激你了，到这一步就不要再动了。姓宋的，老夫接你几招。少少，小丫头，你干什么？有本事你杀了我再说。你别担心，他杀不了我。可是你身受重伤啊。小赵，你挺身护我，为什么待我这么好？因为在明教圣境的时候你也护我，也待我好。一个你，一个珠儿，够了。就算我现在死去，我也算有红粉知己了。小丫头，走开。我小赵，你让开，相信我。嗯，站起来接招吧。跟你动手不必，不必站起身来。我看你是重伤虚弱无力，站不起来了吧。秦叔，点他的穴道，令他动弹不得，千万不要伤他的性命。孩儿知道。为了芷若妹妹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原来你是为了周姑娘才迁怒我，原来你喜欢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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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否还要派人？去吧。各位，今日之事，我武当派已尽了力了。像是魔教气数未尽，上天派来这个奇怪少年前来相助明教。我们若再执意缠斗不休，那么我们这些名门正派和魔教之间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对，大哥说的是，咱们即刻回山，听师父指点太极宫，日后武当派定会卷土重来，带着少年商议之后再决胜负。武当就此告别，还请各位门派一起下山歇息吧。姓张的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不想伤你，可是我和杨潇仇深似海，你让开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不容任何人杀明教一人。那我就先杀你，再杀杨修。你当真不让？不能让。啊！你六叔，你就杀了我吧。你找我什么？无忌吗？江湖上人人都在逼问我义父谢逊的下落，在不胜侵扰之下，我只能化名为曾阿牛。现在我虽是会死，在阴流叔面前可以坦然相告了。你真是无忌？你是无忌，大师哥，是无忌啊，是武师哥的儿子张无忌啊。无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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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忌啊，无忌，大伯，其实说，我
无忌，你早就知道他是张无忌。张无忌，难怪觉得他的神态如此眼熟。无忌，锦阳呢？你这猪狗不如的淫徒！你不许伤我爹爹！你让开！今天我要替你娘报仇雪恨！你真的要为我娘报仇雪恨吗？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。好，你就去杀了他！去杀了这个老贼尼！他是你娘的师父，我娘就是被这老贼尼一掌打死的。壬午年的7月19，我永远记得那天，在蝴蝶谷，那老贼尼逼娘来杀我爹爹，娘不肯，老贼尼就将我娘打死了。这是无忌哥哥亲眼看见的。你要是不信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那个老贼尼呢？师太，他说纪姑娘是不错。我灭绝一向名人不做暗事，纪晓芙不顾廉耻与杨潇偷情生子，这已经是违背师门。他不遵师命，还不愿去刺杀杨潇这个淫徒恶贼，这等的孽徒留在世上有何用啊？不，银六侠为了顾全你的颜面，我一片好心，始终隐忍不言。这等无情无耻的女子，你何必念念不忘于她呢？不，我不信小夫会对我寡情无义。你问问这女孩子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不悔，我娘说了，这件事情她永远也不会后悔。不。不是的！不！你们两个，快去看看。是。一场好戏，竟然让张无忌给破坏。听着，对方人多，你不会调动地方兵力啊？他们人多，我们就比他们多10倍，多100倍。芷若，我们走。阿弥陀佛。大伯，七叔，恕侄儿先前无礼。不妨。师公老人家，附体安康。啊，师父很好。闭关前，他老人家总惦记着你，没事就聊起独自一人带着你往少林为你医治玄冥神掌阴毒的往事。哎呀，这一晃啊，都快10年了。无忌，你看，你都长这么大了啊！你拥有这么高的武功，无忌啊，想必你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吧？师伯。我外孙，外孙啊，外公，外孙，我的好外孙，原来单打独挑，威震6大门派的少年英才，是我应天正的外孙啊！外公，无忌给您磕头了。无忌。好，素素生了个好儿子。外公，英王，你自立门户原可不必理会明教，但你依然为护教舍身立国，这番大情大义，宋某佩服。
无忌啊，你可以下山吗？我……哎，赵公子，赵公子，无忌伤重，恐无法远行啊。那好吧，等痊愈之后，定要回武当一趟，也好让你师公见见你啊，叫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。我会回去的，我也想师公，我会回武当的。哎，快把我元真师兄的法体交出来，不然我一把大火烧得你们个个尸骨全无。哎哎哎哎哎，你发什么癫呢你？这是笑话吗？你这活秃贼我们都不要，要元真那死和尚干什么？你原因，我们一直都在此处，并未见魔教人来过此地，也绝不可能有人在我们眼下带走元真。可是元真师兄的法体确实不见了，只有一个解释，怕是其他门派收取本门死者尸身之时误收了去。张施主，大师，别忘了你我之约呀。若得空，小可定当登寺拜访。阿弥陀佛，老衲要回少林了。无忌啊，今日一战你名扬天下，对明教更是恩重如山，盼你以后多多规劝引导，使明教改邪归正，少做坏事。据侄儿所知，其实明教，侄儿尊奉大伯教诲，自当全力而为。那好，我们也该告辞了。记着，商议好啊，就马上回来啊。知道了。告辞了。明教弟子听令。没有内伤。那就是被剑伤到皮外了，这我就放心了，咱们让他好好的休息吧。山下告警，难不成六大门派输得不服去而复返？北面攻上山来，这些跳梁小丑他们也敢攻上门来。对方虽是小门小帮，只不过兄弟们多数有伤在身，所以不敌。有胆就上光明顶。老夫英雄，没事没事。我们七个先是中了程坤的幻音指，还没恢复元气就拼六大门派，到现在一口真气儿提不上来呀。白眉，我看你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爷，你没看我们伤的伤，瘸的瘸，连个养伤的时间都没有啊！这些平时不起眼的小帮派，却成了我明教的致命大患。我们不能束手就擒，不能任由他们骑到我们明教头上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跟他们拼了！杨伯伯，无忌。
杨伯伯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无忌，你伤重在身，干嘛起来走动啊？我不赞成你们立敌。虽知是下下策，但因局势所迫，不得不行啊。那我先问你们，你们有几成把握退敌？没有了。我倒有一法可行。无忌啊，这儿都不是外人，你就明说了吧。对，就明说了吧。全部退到密道，暂且躲避，敌人未必能发觉，就算发觉了，一时也不易攻入啊。可是，就是，大丈夫能屈能伸嘛。我们是暂且避祸，待大伙商议之后，再和敌人一决雌雄，这也不算是灭了明教的威风啊。张少侠此法极妙，就这么办。杨伯伯赞成了。小昭，你扶张大侠到密道去。我们随后就来。别以为我听不出你们的口气，你们绝不会来的。各位前辈，我虽非贵教中人，但和贵教共过一场患难，总该算是生死之交。难道我就贪生怕死，撇下各位自行去避难吗？无忌啊，你有所不知，明教历代传下严规，这光明顶的密道，除了教主之外，本教教众谁也不得闯进，擅进者死啊。不过你跟小昭不是本教之人，不必守此规矩啊。对，张少侠可以去。杨左使，那我们守不住了，敌人就要上光明顶了。你们明教这不成文的严规，难道就没有变通的方法吗？有变通，有变通之法。怎么变通啊？各位听我一言，张少侠武功盖世，义薄云天，与本教呢有存亡济绝的大恩大德。对，咱们就拥立张少侠为本教的第34代教主。倘若教主有令，号令大家进入密道，大伙儿遵从了教主之令，那便不是坏了规矩。行，我们五散人举双手赞成。我没意见。我看张少侠，我年轻时险，无德无能，不敢当此重任啊。再说我师公张真人当年谆谆告诫我不可深入明教，我定诚在心，所以。无忌，我是你外公啊，难道你外公亲不过你师公吗？啊，你自己想一想，入不入明教自己看着办。公子，那封信。啊，谢谢你提醒我。杨伯伯，这是我从密道中带出来的杨教主所写的一封遗书。杨教主一命是要我义父金毛狮王暂设教主之位。问你一句话，张少侠，你是否练就了乾坤大挪移？是因为……回答我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那么，明教教主就非你莫属了。杨伯伯，明教只准教主才有资格练就乾坤大挪移。换句话说，你练会了乾坤大挪移，就是当然的教主。光明左使者见过教主。参见教主。别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。不答应我们就不起。我代表不起。加上光明顶，不要放过魔教任何一人。我不想因为我而害了你们大家。好，我答应了。来，起来。杨左使，传下号令，本教上下人等一起退入密道。谨遵教主令谕。奉教主令谕退入密道。天鹰教之客，客为先，为府王五散人为次，天地风雷四门带足粮食清水，金木水火土五器断后，立即行动。是。Thank you.
这份就是乾坤大挪移心法，交给你。属下不敢受。杨左使，钱教主的遗书上写得明明白白，乾坤大挪移心法暂由谢逊接掌，日后转给新教主。以属下之见，还是由新教主掌管比较好。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对，是啊，是啊，对，就是。好吧，我就暂时保管，大家先各自疗伤，等伤好了再说吧。是。啊，好，好，这个样。韦福王，你有事啊？请教主恕罪。快起来，教主，属下不敢起身。你是为了当年把我打下峡谷的事啊？来，要不是你那一掌啊，张无忌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我因缘际会练就九阳神功，把身上的寒毒驱除了。说起来你是功不可没，我要谢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怪你呢？属下惭愧啊。哎，教授，我知道你练寒冰绵掌来走火入魔，我虽不敢说精通医理，但也颇有涉猎，让我看看你的三阴脉络是否受损。谢教主以九阳神功为属下解除了数十年的痼疾。哎，秦琴，你的无意让我得到机缘，我这是回馈于你。韦福王，从今以后你就不必吸人血抗寒毒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赵公子，杨左使有个不请之请，请你把小昭的锁打开。果儿，把小昭的锁打开。钥匙放在抽屉里面，走的时候匆忙没有带出来吗？那不妨，小昭，你去跟不回妹子去拿钥匙吧。嗯。小昭这丫头年纪不大，性格极为古怪，教主不得不防啊。我对她装成急眼歪嘴驼背瘸脚的怪样着实好奇，我也问过她的来历，她不说我也不便追究，倒是他对我出自真诚的关心，我感激在心。要不是无忌给我开口，我才不会给你开锁呢。小姐，这些鸡鸣狗盗的下三流帮派，这跟土匪盗贼有什么区别啊？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我的钥匙呢？没了。小赵，我看这是天意，这链子恐怕要锁你一辈子了。你们是明教的人？哎，小昭，小姐，我一直对你，所以，不过我还是想要对你说，谢谢你啊，小昭。
我年纪比你大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就叫我一声姐姐。小周不敢，我一直对你不好，刚才你大可袖手旁观，可你却没有，反而挺身而出。哎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来，我们去找无忌哥哥，看他有什么办法来解开你的铁链。走。唯一九阳神功加上乾坤大挪移的内劲，确实拉不断这铁链。杨左使，这铁链是什么材质做的？这个铁链是我们上代教主无意中得到一块陨石，经试炼，其中所含的金属质地和世间的任何都不同。曾命瑞金旗的巧匠，试铸兵刃不成，退求其次，铸成此链。这样啊，难怪拉不断，看来没钥匙是开不了了。是的。小昭，你放心吧。打开锁链之事就包在我身上，我会另想办法打开的。哦，没关系的，反正我戴着脚链已经戴习惯了，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反而觉得好听，还是戴着好吧。